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，一分钱都不用，只要侯将军支持我们粘贴入狱，枪我不要了，将军，枪我不要了。用我们中国人的命赚我们中国人的钱，同意他们建铁路，那么就是打开门，让他们来霸占我们的地。中国人的地是我们中国人的，你要是要伸手来抢，我就把他们的手给剁了。希望苏虎也是这么想。我说的话你好像听不进去。二十几年，我只认这个兄弟。别说他不好。就算他不好，也轮不到你想。一个饭局，娃娃亲，干嘛呢？吃饼。饼？我敢吃面。饿疯了吧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意念。意念，意念，你只知道意念，你心里可以转静，那些老百姓和孩子们，他们怎么办？以前遇到饥荒，还要包青天开仓放粮，要不就有行侠仗义的侠盗。现在只有害人的军阀。哎，师兄。